台湾省社会处长陈启英今天上午九点钟首先在台北县政府出席简报，由台北县政府主任秘书曾文报告国民住宅新建的情形。台北县从民国五十年开始办理第一批国民住宅，到现在已完成了国民住宅9004户，正在新建的有539户。陈启英处长并且实地巡视了树林、板桥、中和、永和正在新建中的国民住宅。陈处长并且指示，对500户劳工和矿工住宅应该加速新建，以安定劳工的生活。